朱干叔叔，快请进。哎呦，真是年轻人啊！超配哦。谢谢。请问只有你俩来了吗？啊，其他人都有事儿。至于Lake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不迟不迟，只要来了就是我们的荣幸。<笑>一点心意，希望笑纳。 快进吧，啊，进吧。前辈，你是要找什么东西吗？没什么呀。 随便看看，只不过是不是恩爱的有点太刻意了。你还别说，这口味还真不错。哦，关键是健康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链接必须发给我啊，我太喜欢这个了。一会儿就发你。开饭了。燕川，怎么啦？前辈，我知道你对我有点情绪，但今天领导在场，我希望你不要让学姐难堪。 小晴，我没有啊。Lake老师，咱们只是同事关系，没必要叫这么亲切吧？第一次来我家，不要随便乱逛吧。
穿。苏苏，方便和我换一下位置吗？咱们可以开动了吧？不急，开动之前，咱们大家一起干一杯吧。啊哈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啊！宝贝，在家里明明应该是我们招呼大家，现在却劳烦Lake老师了。大家这段时间一直在一起工作，照顾大家也就顺手了，成习惯了。Lake 老师果然很会照顾人。是我家宝贝跟你说过我喜欢吃排骨的吗？您真是太客气了，看我夹不到还特地帮我夹。我们家宝贝跟我口味一致，无意中提到过啊。来，爱情，这段时间辛苦了，多吃一点。宝贝，我可以吃虾吗？一直都是Lake老师帮忙夹菜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多吃点儿，宝贝，快吃啊！学姐最近在魔鬼减肥，不大吃肉，又是易过敏体质，也不吃海鲜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挑食，我什么都吃，一定不浪费Lake老师的心意。啊，宝贝，专门为你准备的大菜好了，我去给你拿。好好好，年轻人真浪漫。爱情老师，我记得你以前不吃青椒呀。宝贝，好吃吗？以前呢，我是很讨厌吃青椒，但是我们家宝贝做的青椒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。记住